记了好几圈，而我才过青春。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，自愿分解一次生，我今生还在等，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。 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会见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前朝记忆渡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 我策马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 灯下谈红颜尽晚霞。我说缘分一无缠缠不说话。你泪如梨花洒满了纸上的天下。爱人无邪一山水画。你是心中。 这里，旅途的前后多余，只为遇到你。多么想幻化成为你脚下的你，此刻的无人山谷，仿佛听见说爱你。 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渡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 我策马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。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，旧潮季风中萧萧，剑出鞘恩变了。 今天人好多，歌很酷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郑伟写的一直转调，忙很忙。你们是融了几首？不是，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发现到郑伟真的超忙的。你看那个出版，我大概好几天前就已经丢上去了。他丢上来的是很简单的，没有什么转调，很简单的版本就丢了这样。然后结果郑伟在录影的前一天晚上他才，而且是前一天晚上的半夜。然后改好丢上来的。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，哎。怎么改了这样子？其实哇，你真的很忙哎，超忙的，不好意思，想要跟他讨论就都没有时间这样。对，找不到时间。然后我想说大家都很厉害，我编好就丢，然后大家就没有，好难弹就会唱，那个超难弹的，他一直转调，一直转调，吓死我！我想说我转一次已经很不人道，就转了几次，2次还是3次？3次吧，2次或3次，1、2、3，3次。好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编了几首歌？ 好，我们大概编了4首，3.5首半，对，3首半，因为有一首歌只有旋律，没有歌，对，但是都是中国风的，好像整大家，对啊，没有说主曲是逸轩说的，没有说主曲，我说我要一首改编的歌曲，我第一天丢给你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是说，我希望做一个男女合唱，然后我只是改他的调而已，对，我记得我是这样子，是吗？对，是你说来怎么？是你说，我想要加入点中国风。吉他老师他想要有音乐性，他要让他有一点变化在里面，所以就比较难，不然他觉得太乏味。对啊，你看冠霖都这样。对啊，没事。女儿好听吗？好听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听啊！那下次要不要加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？ 好像你们每次在讨论的时候都会讨论很久。没有，我们这讨论时间很短，因为大家都就是不知道你不见就是他不见嘛，那谁就可能就是在节目前的5分钟大家都在的。才知道你。不然你们都决定好再跟我讲，帮你留一个，哎，这段给你。那就是下次你来的前5分钟记得跟我们提醒我们一下。我们下次可以走那个情歌王，你们有唱过吗？去 KTV 一定会唱到那个。在 KTV 最后3分钟的时候一定要点那首。 我拖时间，我有个朋友教我一个玩法，就是把那个你我他拿掉。那要唱怎么唱？那要唱什么？就是直接改成圈或叉，或者是直接就是不唱。哦，你们会玩呢？你们继续唱歌了吗？继续唱歌了，好啦，我们都很有去唱歌吗？ 也没有啦，就是早上7点去什么运动会啊，宣传一下，然后下午又去表演，然后傍晚再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表演。哇，好敢抢！你既然这么大咖，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满档。对对啊，我们都还没有自我介绍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来，那 take 我是吗？这样，政委，好不好？冠霖。 大家好，我是冠霖。哎，我觉得政委你刚刚讲的有点矛盾的感觉。对啊，你对我现在东西做越来越多了，这样我修正了，我工作好少啊，我快20了，你们赶快救我！大家好，我是冠霖。然后上礼拜因为去菲律宾，所以呢就没有来录这样子。去干嘛？是去玩，跟家人去玩。对，菲律宾哪里啊？我有带芒果干给大家吃。芒果干？我们几个立马开？不是。 不是，因为我想说，我们大家现在开来吃啊，可以开。我一说我们可以每人开一包，我所以我要每个人送一包，每个人当下开。没有你们这样吃不完，好了，你先耶。好，那政委你塞满嘴巴自我介绍。没有，不要因为介绍完了发给你们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不吃芒果。真的假的？不，你跳过了啊？对，我跳过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自我介绍。 就是啊，吃东西的时候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儿。简单法了。上礼拜有说，我们没看到。他们就是说我像小虎老师。明明就你就封锁他们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封锁了。不要再联络了。没有，我觉得像席曼宁。席曼宁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 我知道了，亲爱的，我爱上别人，他是不是演那个南方的妈妈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 然后我现在断线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像长辈一样。你现在有一个女强人，你有个对，我觉得很好看诶，我觉得超好看，是不是很凶？比较有特色，哎，不是很凶，是有个性，比较个性。对，大家讲话开始含糊其辞，大家开始怕会得罪你，等下回去就被怕。我觉得太棒了，好不好？可以不要瞪我了吗？下一位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Joey， 好久不见了。 录的对，我们虽然是同一个节目，但是我们几乎是陌生人，平行线，对啊，前2集有遇到而已。对，但是今天是一个大杂烩耶。对啊，就是，不然这样你以后就不要来的都来，不然你以后就不要去明明就那边了，就跳过来这里。对啊，我们这边上面 OK 的，我们这边很欢乐。欢乐啊！没有，不会有两个人在那边。乔颖要去明明就那边，因为只有乔颖治得住他们两个。哦，没有，这个也可以。小西没办法，西门町现在也可以。没有，你就放给他烂，他们就会被踢出去的。开玩笑的，对 ，OK 啊，来，换你。Hello， 我是以晨。 很可怜的以晨，对，刚腿受伤的以晨，刚刚唱歌没有我是因为我刚才赶到啦，我从医院过来。他在录影之前发生不小心被撞。哎，我一定要说，因为你刚刚受伤，你去医院对不对？我们就因为原本我们的歌曲是写男女合唱，所以我们刚刚一整个时间都在改编，就是把。然后当你说你要回来的时候，对我说，可以叫他不要回来吗？你叫我不要回来是吗？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，你会下地狱，你怎么会这样讲话呢？你会下地。 他真的会下地狱，对，你是地狱列车长，对不对？乱讲话，我巴不得以晨好好的，你没事。对，然后上礼拜也是在，刚好就是也是接了一些工作，然后就是决定剪了短发了。我本来是长发嘛，你根本就没有剪什么。有，男生看不出来，男生看得出来，我真的很想跟他们讲。你有剪我的短，有剪我短吗？有人发现妍一剪头发吗？对啊，大家都剪头发，妍一有剪头发，有啊。 有，非常愤怒。有人发现冠霖换发型了。冠霖有换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，当然没有啊，我只想问你，真的很官方的，明明就一样。我原本是卷发，然后比较长嘛，对，然后比较长，我就把它剪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农历7月真的要小心骑车。对，骑车慢一点。农历7月真的有点。这已经7月了吗？哎，已经7月了，前天没有。7月是不能剪头发。对，没有。我是7月以前剪的，所以我还好。 7月以前啊，所以从现在开始都打起。为什么鬼月不能剪头发？你去问鬼问。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在这个月份有蛮多禁忌，对，就是很多事都不能做。海边呐，不能晚上洗衣服，你不可以晚上晒衣服，对。然后你一定要早上晒，然后傍晚就要把衣服收。一般就是本来就不要晚上洗衣服，因为吵到隔壁，洗衣服很吵。因为其实是功德心。我有时候晚上回家真的太晚，没办法，我只能晚上洗。嗯，是哦。那洗澡可以。 照镜子吗？照啊，你们照啊，你就靠你自己啊。如果你真的，你自己吓到，你跟一年四季都是被吓到。对，那跟鬼月没有关系。你今天鬼月没关系了。对 ，OK。因为我很久没看到冠霖，你可以讲了，你会下地狱。威胁他，他已经在地狱了。我会过器官了。欢迎轩，我会过器官。好了，换你。 大家好，哎，哪一集？大家好，我是以轩哦。对，因为我平常就是比较少场，所以如果政委真的嫌太多的话，找我好不好？好，欢迎我们的妍一，欢迎妍一。我们自我介绍怎么讲那么长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妍一，好久不见。你是第一次合作嘛？妍一去玩回来对不对？对，我去法国玩回来。好好啊。 刚去法国玩回来，浪漫的香榭里榭大道。哎，他今天要唱的歌就跟香榭大道有关。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吗？对，我有去了塞纳。你的灵魂回来了吗？先去场地看他。我请大家吃芒果干。对啊，你带回来的，从法国带回来的。谢谢所有芒果干，谢谢哦。法国盛产芒果，找给我看，你给我找法国的芒果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有啊。 有没有比较好吃？你试试看，快点！这比较甜。有放在它的味道。他们都吃芒果干配咖啡啊。对啊，恭维啊！第一次合作，多多指教好不好？然后如果等一下冠霖他惹到你的话，都是节目效果，好不好？不要真的生气，不要真的。我真的下地狱。传过来。OK， 来。鹅青可以拿过来。女儿也想吃。哎，妍一你吃。 那这样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他，你去法国有看到帅哥吗？有艳遇吗？没有艳遇啦，那帅哥是挺多，但我还是喜欢台湾的，还是喜欢台湾，他们太有距离感了。对，那法国男生跟冠霖，你喜欢谁？他硬要选，现在是一个孤岛，然后只有两个台湾男生，你不要让妍一两难好不好？直接不选，好吧，没关系。他还会这样，他会握着你的手说。 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，确定还可以当朋友吗？晨曦，我上礼拜去抓那个神奇宝贝，上次讲过了，我上次讲过了，我讲过了。那所以抓了2个礼拜，没有啦，我去剪头发，然后因为我上次看冠霖的发型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我就去学他，有没有？跟冠霖很像。那今天他跟冠霖说，哎，我学你的发，他说我学你头发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冠霖就说我要换头发。没有，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是真的本来就真的会下地狱。我是真的准备要换发型，是真的。我这边接了一个作曲的，然后他是一个。私人招待所他们开一个类似 pub 的私人招待所，好奇哦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个 pub， 然后他们是做那个庙会的，他们家是庙，然后他就要写一个跟什么三太子有关系的歌，然后礼拜二要交这样子，然后就三太子，这样就让他们过去这样，然后就想说就做做看，然后他又要有点三太子，可是不要太有宗教的。 他把它当做一个神话故事，然后要跟梦想啊什么坚持有点关系，然后放在安东好里面这样。没有，他是我是刚好在那 pub 遇到这些人，对，然后他是在整理，还有做这个歌。哎，我们插个话，玉手老师说是不是要有一个三太子做 R&B 的感觉？应该是这样子，电音三太子。然后我一个字都还没写，明天要交了，谢谢大家。我想要听爷爷的那个浪漫的气氛。对啊，看他从法国回来没有？没有再有那个。 那个法国的，你带着法国的画面唱塞纳河。我想我们下一趴有周杰伦的老婆的朋友，唱不好会被发现。真的吗？对，他等下就跟你说。我突然好紧张哦！不要紧张。那我们先来欢迎这首歌，欢迎这个人。他刚刚在想说，刚刚那个琴声真的是很棒，这样子。没有，他唱出了一个很清新的感觉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没有那种驻唱很油条，像艺轩唱这个。啊！我不是驻唱油条，是本来就油条。啊，就这样子。就这样。那艺轩呢？那你觉得？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特别的风格，因为通常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不太会出现这个。哪个？这个感觉。哪个感觉？什么感觉？ 什么感觉？就是叫讲话好好说，无法形容说。演艺的粉丝都在看哦，你讲话好好讲哦。他像是被改编过的，我觉得他超越了原唱的感觉。他是一个跳脱，因为大家在唱《豆瓣气球》的时候，一定都是像周杰伦那样子。那他一唱，我赶快，好不好？这才是身为歌手应该要有的，对不对？演艺的粉丝，掌声！我现在知道了，艺轩紧张的时候会越来越大声。对，怕被演艺。 节奏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大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我最可怜了。我感觉到不太好，对。我发现冠霖在节目上，只要开始录影，他就变得非常的安静。也没有安静啊，他想，我知道他想讲什么。他不讲话，但是只要一下节目遇到女来宾，哇，那撩妹厉害了。上次我们是拍那个 MV 啊，我们在一个，就我们拍一个跟吃冰有关。对。然后在那个叫宾馆。 冰店里面，找两个路人吗？没礼貌，找两个女生学生妹，然后走过去说我们是卖咖啡，有听过吗？就是那个台哥他们那个节目啊。我是冠霖老师，我是冠霖老师，我是老人家说。 叫他们去下的，然后叫他们来看这样子。太厉害了！不是，因为他们本来就听过啦，所以我想说，那你就想说他本来有听过就可以下手了，对？不是怎么知道人家已经听过，你一定先去撩人家吗？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听到你说，我是看到我们制作人他先跟他们有聊过，我听到他跟那个女生讲说出卖制作人，所以我听到他说你就是反正你就加我好友，然后跟我聊天，你就有机会上我的节目。没有，我没有加好友，我是叫他下载我们的 APP， 我是叫他下载。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那个街头实验。其实我们可以就是有空的，就是可以拍一个，就是我们去街头请别人下载 APP， 多增加一些。对，我觉得很有趣啊，就从头到尾都给冠霖就好了。我不会，他真的很厉害。开玩笑，只要没有进步，真的很厉害。难怪冠霖在节目上不讲话，因为他只要一讲话，没有，我个性真的比较腼腆，我真的比较腼腆一点。有人会说自己腼腆吗？那你们讲我腼腆。 不要啊！哎，最好笑，冠霖，好了，对，会聊，好，会聊 ，OK， 好，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做什么事情？你们有没有这礼拜有没有去看一个？上个礼拜有没有看一个最近上了一部电影？哦，有，韩国大片，与什么同行嘛，对不对？我有去看，没有，我说的是啊，不可能的鬼修女。 女生同行啊，最终。那我先说，我原本上礼拜要去看，结果，只有第一排，剩第一排，我就不想看。可是第一排应该是蛮好的耶。啊！我去看电影，只要第一排我都很开心。为什么？好近啊！我只会超级酸的。第一排，然后它前面就会有一个可以。 一个小脚，因为我跨脚的地方，对，我就是喜欢跨着脚。我觉得台北的第一排电影位置其实蛮后面，就是颇后面的。因为我还是这样子看，不用这样。你们有去台中看过吗？那个第一排真的是就是这样子，就在你面前。我有看过《阿凡达》，然后这样看，我觉得快死了。是不是有时候还要从左看到右这样？对，还要去看那个什么？好累啊！我看过《哈利波特》，只要放魔法就这样。 法师对决，左右两边看。我只看前面半个小时，它是3个小时的片嘛。然后《阿凡达》，然后我看前面半小时，然后中间睡2个小时，我最后再起来看半个小时。所以你是在说它不好看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看3D， 所以很好睡。因为我很不舒服，就是会晕，一直很晕。我说不行，我一定要睡觉，太晕了。一定要坐后面一点。对，太晕。那你没有看过第一人称的吗？ 没有哎，落叶丛林那一种是不是？哦，那种什么超狂什么的，那个真的。我那时候看10分钟我就出来了，我受不了。我也是，我觉得我好晕哦，因为他连那种跳跃什么的。最近有一部，前阵子有一部片，也是跟现在这个节日有关系，叫《鬼病院》，好像也是韩国的。那部我也是超晕，我10分钟我就想走了，因为它是用那种。实景的路去拍，所以对，所以人会边走嘛，然后摄影机就感觉一直在晃，一直在晃。我那10分钟，我的天啊，一直晃，一直晃，一直晃，超不舒服。奇怪，买个稳定器不行吗？他们就是要有，他们要直播，我是，但是他真的我们大家都快吐出来了。哎，那我还是要推一下。你有看《女神同行》吗？我没有看啊，我看《不可能的任务》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哦，这一期我想最近好多人推这部。阿汤哥，他现在是戏剧担当，50几岁哦，50几岁。 整场都在跑，哇塞！而且他，所以你都是在担心说他会不会就跑一半就挂掉这样？不要讲话，肯定要给你讲演出的机会。对，现在要干嘛？让你当男主角。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戏剧的状况剧，让你那个007给你演。好，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。我又要演戏是吧？我们给你一个任务，你现在去楼下的清新帮我买7杯饮料啊！有准备。 一个道具来，在这个道具呢，你拿好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？刚刚我们一人写了5句台词，一个人写了5句台词，一人好。然后呢，我们都不知道台词是什么，现在全部都在里面。没错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全部都出来了，我现在全部都不在里面了。我全部又放回去里面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是要一个人抽5句台词，然后上去演。5句吗？ 对，一个人抽5句，好多。然后2个人就要演一个状况剧，但是你们要把里面的台词串起来。哦，好棒哦！是不是很即兴？那就给你一个007在追气坏人的。先试玩的感觉。我不用抽哦，我找一个对手。你找一个对手。对手。好，007的对手基本上都是男的，所以我选奕轩。奕轩超会演的。来。 现在该怎么做？你们就1人抽5张啊！抽5张是，然后你们就看你们的。不要牵我的手啊！这台词是可以亮相的吗？就这样牵着你的手。我要怎么？可是亮出来大家不就知道是什么？就，那我不讲，那不讲可以吗？不讲大家不知道，不讲大家都不知道你抽到是什么啊！要给他们看啊！自己看到是，自己看得到这回事。007嘛，你是演那个汤姆克鲁斯哦。不行，如果观众不介意的话啦。有点差，观众不介意。我知道，你是那个。我多抽到一张。你是探员，你是毒贩。是毒贩。等一下，不可能的任务又不是007。对啊。对啊，不一样。对，你们怎么这样子啊？对啊。这样就是在说我的智商有够低啊。 我讲掉1张了，真的很厉害哦！先进入角色才可以讲哈，这么有天性，看你骨骼精致，你写的嘞，还没开始，好，超晚，然后控制一下自己。所以剧情大纲，导演先来。 剧情大纲是什么？剧情大纲，对你现在到底是要演什么探员？没，你们讲什么？探员吗？你是探员呢？啊，你是毒贩。我这样子一直看他，我一直重复看一张忘记一张，然后你抓到他藏毒的地方。哦，卖照。好，抓到你了哈！我们少林功夫不是盖的，哦，少林功夫好耶！你说你为什么要跑？ 我既然练了少林功夫，都被你抓到了，看你骨骼惊奇，一定是个练武的奇才啊！所以你要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你跟我有什么话你不要说，不管。既然你先跟我回，我想要做你的小猪猪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不能这样子。有什么话跟我回警察说，回警局说，好不好？我现在非常的饿，好饿，非常饿。那你可以让我吃你的脚吗？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太远。 来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！我的同事来了，我同事来，把我的枪给我，快点！你后面有一位长发的红衣女子，我的手铐拿来，把我的手铐拿来！哦，你根本就是在侮辱我，你以为我的智商很低吗？我讲完了，没有，我已经讲完了。啊，我早就讲完了。讲完，你那手上那些，我只是没丢而已啊。哎，不行，好久我不用唱歌。可是我根本没有演戏啊，我们只是在吵架。 对啊，没有结局哎！谢谢是我冤枉，他碰到我的，讲完一张要把那一张是放出多少。好，不然不知道你真的是不是讲出来的。好啦，其实就是像刚那样子。然后剧情要连贯哦。其实刚刚算是有连贯。是，因为我们就是吵架的方式。我们根本就是在饶舌。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, yeah, yeah. 好啦，那还有谁想要演？只是他们缺个。根本就是在吵架，好会吵。哎，演绎笑到不能自己哎。好会吵。好啦，接下来第二组是谁？就换女生啊，换女生啊，没错，我们给以晨点好不好？因为以晨今天状况。我点呢？对啊，你又不能出去。因为女生吗？对啊。那我刚刚想要选那个哎，冠霖是冠霖，那跟谁？冠霖要跟谁对？你可以男女对啊，因为我觉得男生跟男生会吵架。我们刚才根本就在吵架，男生跟女生也不会吵架吗？你上次跟那个景岳演的不错啊，没有，我那是被他骂。对啊，观众说为什么景岳的话那么少，是不是你害的？我比较少，因为上次角色是有点多了，角色比较多，太奶奶什么都来的，太凌乱，对，太凌乱。我们现在。 你是有选择困难症，对对，天秤座就是选择困难症。他会选2个小时，赶快。好，演绎好了。跟美女，上次跟美女就是一样，跟美女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哎，你对他这么好，他私底下都在把妹，压力真的很大。他都被美女骂，压力真的很大。OK。对了，我们还有晨曦啊。对，你不说男女，我们可以3个一起演。啊。怎么我跟同一个人的比啊？啊，我都政委的，我真丑。我大概写了7张吧。有什么写不到？你只要看到那个透过那个黑色的纸都是。 我看你看不看得懂那个字？哎，他看到我的。哎，这些字都很丑，都是我写的。哎，这个不是我写太多了，我写的。为什么这台词都这么长？这张我的，这张是你的。看得懂吗？我写的都是那个摄影大哥跟我讲。所以剧情要怎么？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你讲了，观众就懂了。你讲了，观众就懂了。等一下，还有那个。他是从菲律宾回来，因为我的字。你从菲律宾过来台湾。 然后你到他们家去帮佣，对，我到他们家帮佣是不是？然后，所以你是外劳？不，他是外劳还是我是外劳？他是外劳，对，他来你家就是。然后你是大小姐，然后遇到他，对。然后他对你一见钟情。天哪，这怎么东西？哦，我是帮佣，然后我见到他一见钟情，就是一见钟情。哦，对，你可能你正好在扫地之类的，然后遇见他，他从对象走过来，一见钟情，然后就开始你们的对话。一见钟情。 没有他对你，你不用对他一见钟情。好，来，进入角色。天哪，那我是他主人是不是？你的鞋子是什么事？你干嘛拔下来？不要问，就你可以脱鞋子。好，不要问。 好，来准备。哎，所以我第一个动作是先干嘛？我会先干嘛？你可以跟他语言不通吗？那我当我就是初次到他家，好不好？当帮佣这样。你已经开始在扫了。哦，我在开始在扫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要讲变化是不是？好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干嘛？好，53了 ，Action！ 喂，哎。 下多少？下多少？哎，2000吧。哎，大小姐，讲中文去帮我钱拿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在扫地。你说什么？钱，我上面有钱呢。在那个山西不生堂，我真的在他房里啊。在什么房里？在什么房里？我要去哪里拿？那里哦，好。哎，可是，哎，大小姐，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干嘛？ 我要跟你讲件事，快讲大声一点！你不要看我那镜，你好香哦！怎么演戏都这么变？不是，没有，为我的孩子都是为我的，不是我写的，对，好自然哦，真的，不是，因为扫地扫到一半，刚好就因为大小姐在家里，你在讲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噼里卡噼啦啦，嘣嘣哩啦，被耳朵你变成青蛙吧！哇，所以是青蛙王子的概念吗？你不会讲中文呐，你只能呱呱呱，你在讲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应该只有30秒吧，我变回来了。 噼里卡噼啦，波波琳娜，贝贝说：“你永远变青蛙，去扫地。” 哇瓜，奇怪古怪，奇怪瓜。喂，变回来了，怎么有演变青蛙？变回来，你的孩子。张小姐，张小姐，那你再过来一下，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干嘛？我觉得我不要听。可是虽然我变青蛙，可是我觉得你长得真的很像我的前女友。对对对，你长得很像我前女友。你前女友是不是有跟你讲过一句话？ 讲过什么话？我以为我们是爱情，想不到只是买卖。只是买卖，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，我是真心的，我是真心的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买卖？好吧，那不行，我开始讨厌你了。啊，大小姐，可是我也讨厌你了，你对我不好啊。滚吧！好，那我走。可是他使用技能，我现在已经没有魔法了，我的伤痕摸不着。 再说一遍，怎么？我的憎恨不足，无法使用技能。憎恨不足，无法使用技能。这样，拜拜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好吧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错。那我打我自己。哎，不要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要打就5-4打，快快！好，结束。我打完了。这什么东西呀？穿不起来。谢谢。 我会抽，哎，我解释一下哈，都是动作，穿不起来，都是动作哎。他抽到大概有两张是我的，那个山西布阵的5000两在他房里啊，那个是《威龙闯天关》的里面有一段，大家可以，那个观众可以去看一下。哎，对，这东西会没有弹，然后第二个。 鸡龟骨滚根是那个《逃学威龙》里面的，就是他那时候在学校，然后找那个就是达叔，就是他的那个同伴，然后他就说暗号，他说鸡龟骨滚根，然后他就说什么东西啊？鸡龟骨滚根，然后惨了，这学校都是疯子。好，讲完了。我觉得冠霖猥琐的地方好自然。对啊。什么猥琐很自然。 没有，我是特意装出来。其实我那你看起来就很猥琐，你的脸上写猥琐。哎呀，被说了。被一个证明当疑问。你看那个打巴掌那个是里面的哦，那是里面一直写说不要打了，要打去5-4打。我不能打他，我也不能叫他打我啊，所以我只能打我自己。你叫他打你啊？你开心啊？你可以叫他打你啊？我叫他打我就是。你要说你的 MP 用完了，你可以用普通攻击。所以 T 结束，你可以用普通攻击的。 哎，这单元太好笑了。剩下3个人一起玩吗？对，3个一起玩好了。抽5张吗？对，各抽5张。对啊。好。那你们状况定什么？不然这样子，你是 Yuna， 你是Dion，你是 Tina。我们可以预告一下。好。那你要演吗？那以晨给你当导演。当导演，好难啊！我不知道。哦，好，那我来。你觉得最近你最喜欢？哎，你们先看宫斗剧之类的，然后你们耳朵边听。啊，我知道，最近有一个宫斗剧，你是皇上。导演请说。好，晨曦演皇上。哎，这个台词好有创意。哎，一个演太监，一个演妃子，好不好？原来是那个璎珞。璎珞谁啊？我知道。 一定最近在看。我是皇后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是贵妃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个你有看？我是贵妃哦。皇上跟皇后在一起喝茶，跟贵妃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妃女，就是璎珞，然后过来讲说就是要诉苦这样子，然后。 那我可以拿出什么苦？就是说自己很惨什么的，要讨皇上欢心这样。可是就是讨拍，你要讨拍，然后让那个皇后，然后就酸你。所以我是贵妃，你是贵妃，你们两个高贵妃是非常嚣张跋扈，然后你就刁他，然后你们的剧情就开始。这个妃女是讨厌贵妃的，对吧？对。你讨厌我，但是你不能凶我，你也讨厌我啊，但你不能凶我，对不对？我会凶你。不是，我是贵妃，你不能凶我。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会。 他是凶的哦，那我呢？你也是凶，但是两个都很凶，皇上就是比较冷漠，都很凶的。你要设定不能吵架的那种。好，公平剧嘛，就是要很冷的那种，化中带刺那种，很冷暴力的那种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开始？你们在喝茶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在喝茶。好了，5、4、3、2。我饿了。饿了，拿点东西来吃。叫下面人准备吃的。哎，吃早餐啦，快点啊！为什么这个皇上脚好像有问题？皇上憋尿，憋尿，皇上憋尿。皇上贵妃，食物在这里。哎呀，我竟然看到有人脚长在头上呢！不要这样欺负人家嘛！吓到吃手手。吃什么手手啊？我听到吃西瓜子，我肚子怎么长西瓜啊？吃手手会长手手。皇上奴才有苦要说啊！坐下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快点坐下，坐下呢。皇上，奴才有苦要说啊，让我。你说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在我的贵妃的面前说你喜欢皇上啊？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所说的都会成为呈堂证供。你是在讽刺我吗？可能是吧。我从南天门一路杀到蓬莱东路，我从来没遇过这么嚣张的奴婢啊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双手从背后十指交扣。You jump, I jump。等一下，在干嘛？哎，你们没有穿鞋啊！我们皇上，奴才有话要说，有人欺负我。谁？真的是冠霖老师。冠霖老师是哪位啊？在那里。你是谁啊？冠霖老师，他写了一首诗给我。什么诗？猎人手中樱花草。皇上，谁是冠霖老师啊？布满的围剿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灿烂的年少。冠霖老师是谁啊？冠霖老师是奏乐的。奴婢，我肚子饿了啊！那我再下去帮贵妃拿点东西啊。我没有纸了，这样。结束了，好，结束了。好，他。那个冠霖老师跟那樱花草都是我写的。冠霖老师，他们接的完全中间没有断，很无微不至啊。我觉得。什么东西？你在憋笑在那边演得很厉害耶！所以我那五张全部都跟吃有关，什么我饿了，吃早餐吃西瓜，吃有多爱吃啊？谁那么爱吃啊？我觉得雨儿是那个歌那个台词啊串在一起还蛮有逻辑的。我有诉苦，有人欺负我，他写了一首诗给我，然后就把它念出来。那诗谁写的？而且你知道吗？你刚刚有一个动作是双手往后交叉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那时候写的动作不是这样，我是写这样子。我是你写的，我不知道写这样。哎，等等，边挖耳屎边放到嘴巴，谁写的？不是，还有尿急，边尿急边讲话。好，都是我写的。那是我才指令的。奇怪，怎么皇上怪怪的？皇上可能，而且皇后很杀，他从那个南天门杀到蓬莱路。哇！我要解释哦，这个要解释哦，这个是周星驰导演的一部电影，叫做什么？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，然后里面有一段是孙悟空跟那个唐三藏讲说。我当年从南天门一路杀到蓬莱东路，你眼睛干不干？手起刀落，一眼都没眨过。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。我只想问一个问题，你眼睛干不干？我跟你说，我杀到那边，你跟我眼睛干不干？好，就这样，好吧？掌声给老师！你还有吗？很好笑，我写很多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想玩是不是？我们可以留着下集玩。他其实只剩几张而已了，这太好笑了，大概只剩35左右。大家都很强哎，超级好强的。其实中间可以串一些自己想到的话，把它再把台词串起来。对，不然就会变成吵架。对，因为这我刚刚这位对在丢纸，我就很紧张，知道吗？好快！你要接着念。而且我刚刚你根本就没有逻辑在骂我。我刚刚想要把它串在一起，我说你先跟我回警局。然后我说，哎，我遇到我的同事，叫我拔枪给我，怕你跑掉。然后你一直讲话，我不能说话。我就是不想让你讲上面台词，都是打断你的。对，蛮好的，这个蛮好玩的。你们还有办法唱歌吗？我觉得有点难呢。对啊，好累的游戏。下一首歌问谁？下一首歌好漂亮。你刚刚没有吵架，不然你应该没办法唱。而且他们唱这首歌是很那个怎么讲？就是很轻飘飘的一轻松松的。这首歌是在讲那个环保哦，因为对，因为最近一直在讲说那个什么南极的冰都要全部融化，然后北极融到绝种。我看到一只熊。对。 我前几天也看到说，如果这样子地球继续再暖化，台湾就只剩有1/4会不见。台湾的外围四分之一就会整个都在海里。我这边马尔地夫的概念。对，如果再这样暖化下去，觉得天气会变很热。我觉得我们以后都会住在中央山脉。而且说什么像是好，带这个曲子来吧，来吧。 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终将要失去的美好，在无声之海里围绕，踏遍了挣扎的浪涛。你知道，你都知道，我们是多么的渺小，瞬间或永恒里寻找。 茫然未知里约定好，天涯无穷，走过匆匆，在错综里相逢，只有在爱里信念扬起，蓦然也睁开了心。此刻无穷，多少永久，才能再次相逢。 在无边无际的时空，请抓住我，不让世界坠落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未知开在茫地茫然，而希望凋零在干。 怎能唤起心中向往？可你知道，你都知道，我们是多么的渺小，瞬间或永恒里寻找，等待的人有真情绕，天涯无穷，走过匆匆，在错综里相逢。 只有在爱里信念扬起，蓦然也睁开了心。此刻无穷，多少永久，才能再次相逢？在无边无际的时空，请抱住我，不再错过。 走过匆匆，在错综里相逢，只有在爱里信念扬起，蓦然也睁开了心。此刻无穷，多少永久，才能再次相逢，在无边无际。 时刻，请抱住我，不再错过。谢谢。非常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 这首歌就是他在讲那个环保嘛，然后它里面在写的就是说地球终将就是会有毁灭的那一天，然后我觉得我是站在一个比较，我唱它的时候就是用，其实没有用什么技巧，虽然它原本有一些真假音转换，但我想站在一个比较小孩子的角度去看，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爱护它。就像你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其实地球就是你的母亲，你应该会很珍惜它那种感觉。嗯，所以唱的时候有就是跟平常的那个方法有点对，有点比较不一样。唱很好听，谢谢。哇，就觉得刚刚声音有点哑掉，演的太温柔了。小朋友平常就是嘻嘻哈哈，所以有时候会他每天在哭闹。一下在那边。 我从内南大门去到那个蓬莱路，然后再要求，对，也是要做很快的切换啊，整个大反差，只是一种演唱的概念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演员除了演戏之外，还有唱歌。我们大家那么努力呢，就是因为要让我们台前的观众能够觉得，哎，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。没错。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呢，可以多多。 好，抖内我们哈，右下角，右下角。虽然有我讲没什么说服力，我们让妍依再说一次。好，来来来。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各位干爹们，可以直接在荧幕的右下角抖内给我们哦。哎，席曼婷，要不要讲讲看？就是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，麻烦就是赞助我们一下，在右下角，谢谢。太懂很傲娇的感觉。让你们不要也没有关系，不要就算了，不缺我要拉倒。哎呦，好啦。以晨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 什么？你是一个可爱的人，没有办法，你是一个可怜的，因为你今天都已经对，我今天都已经受伤了，然后还来录影了，请各位干爹们抖内给我们哦，谢谢。这边。对啊，声音好像小朋友。对。啊，哎，其实我很常被讲说我反差很大。 就是唱歌跟讲话，对，你唱歌也很甜啊。就是，可是有时候唱歌好像会有另外，因为他们说我讲话很像丫头，有点像。对，但是我唱歌是没有那个声音，比较没有这么。讲话丫头，唱歌丫嗓。没有，就是说，就是好像还是会有一点点反差，就是他们会吓到说，哎，听你唱歌没有想到你讲话是这样子。 他可能都唱比较爆发性的歌啊，开门见山啊，血腥爱情故事啊，像刚刚的歌也是。对，其他刚刚没有唱。因为我很喜欢唱大歌啦，包括直播也是啊，我很喜欢唱那种飙高音啊，一下就是 range 很高的歌，我都很喜欢唱。有他之前唱那个什么张惠妹的什么那个4个字的连名带姓的3天3夜，3天后大力。上次那个啊，韩红跟林俊杰那个，我觉得也很难。飞云之下。哦，飞云之下。好难唱，我比较难唱。那首歌他比较难唱。是吗？对，我觉得两个男生比较难唱，音都蛮高的。可是因为那首歌其实韩红她用比较纯，也是跟刚刚那个乔伊用的那方式，比较轻一点、纯正的方式去唱，她没有用太多技巧，所以女生来说反而比较还好。 比较轻松，但是林俊杰就是技巧真的很厉害，所以男生就比较困难。我不讲他技巧，他音太高了。对，谁管他技巧啊？我音都唱不到，还比他技巧。林俊杰的音域真的很可怕。OK， 真的太厉害。今天，席曼妮今天也要带来一个很多观众都说你唱歌很好听。对啊，你选歌是用什么标准在选？随便选的，我知道，不然不要问。就是好听的歌喽。好听的歌，而且雨儿的歌好，我们好像有把它弄成单曲，有放在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。对，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节目中的音乐不错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建议我们，然后把它变成单歌。哎，其实大家的好像都有。 啊，慢慢都有出，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那个 IG， 对 ，IG 也有，上面有很多的片段，或者是有一些资讯。然后，如果观众朋友有想要听什么歌，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意见，我们就可以，在节目里面就做一些改编啊，或者是说我们就可以呈现给你们听。没错，歌曲。 今天要唱这首歌呢，我都有点吓到，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唱。哎，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啊？这首歌很……我跟你讲，因为这首歌是苏运莹的《椰子》，然后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它用一种很像类似在那种什么山野间的那种唱法，它感觉有点在吊嗓的感觉，对，它就是对。然后后来有追我跑的感觉，有一个台湾的女子团体去中国比赛。 叫陈优，然后他们就唱了另外一个版本，我觉得我听了也蛮喜欢的，然后就跟陈优组合两个人，对啊，然后就跟陈曦讲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唱唱看这首？所以这种要唱是不是？这复合音的。啊，我想说什么时候你要唱？有，你是要唱野口？野口。好了，我们来唱歌啦！哎呦，好紧张哦！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荡，宛如一丝尘土，随风自由的在狂舞。我要握紧手中坚定，却又飘散的勇气。我会变成巨人，踏着力气，踩着梦。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荡，犹如一丝潇洒，随风轻飘的在狂舞。我要深埋心头上冰释，却有种小的勇气，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。吹啊吹啊，我的骄傲放纵，吹啊吹不回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变是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啊吹啊，我赤脚不害怕，啊吹啊吹啊，无所谓扰乱我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轻飘的在狂舞，我要深埋心头上冰释，却有种小的勇气，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。吹啊吹啊，我的骄傲放纵，吹啊吹不回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啊吹啊，我赤脚不害怕，啊吹啊吹啊，无所谓扰乱我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什么会给我眼神心房，让我勇敢前行？哦，是你呀，会给我一扇灯窗，让我无所畏惧。吹啊吹啊，我的骄傲放纵。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呀吹呀，我赤脚不害怕，啊吹呀吹呀，无所谓扰乱我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心越荡，我会变成巨人，踏着力气，踩着梦。谢谢。好厉害哦！真的很厉害，这个唱蛮好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觉得？因为刚节目上还有一大部分是假的，哭不出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一直在听他，我想说他在干嘛？对啊，然后你不是有合影，怎么这几句这样？呜呜的，我悟不到，好气，根本只有做表情，只有做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他每次四个字都只和后面两个？前面有发出声音，别林有讲过，罗宾也有讲过，他。最精彩的不是完美的，都是有缺陷的。像是，所以人家就想说，哎，所以我不是左边领啊。他跟我讲说，女儿这边有一地方唱错，我就再听一次，一直听，一直听。哎，这次我唱错，我点来听。干嘛？变成优势就对了。你刚刚那个笑是发自内心。然后就在那边微笑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还摇头呢。对啊，感觉很像唱到哽咽，然后唱不出来这样子。然后摇，心里真的有什么？不要再安慰他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接受这一切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很棒啊。 晨曦可能会被 mute 掉。OK， 哎，都不要有声音就好了。没有，他如果这样就想重录的话，其实我们每次好几首歌都要重录，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讲话讲到喉瞎，所以这样真的没有声音。还是很好听，对，真的很好听。今天带来了很多。他们两个都这么会唱，他们应该就是跟我们一组这样。我说今天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嘛。对。那其实我们等下休息一下之后，还有更好听的歌来给大家。大美女，没错。 所以大家不要离开，我们休息5分钟啦，马上回来。谢谢，拜。